2017年英语高考试卷，我还没准备好。你有压力吗？没压力。有一点吧，还行。有一点点。Thank you。有一点，有一点紧张。放松，放松。还好吧，没什么压力。你准备好了吗？我准备好了。准备好了。准备好了。没有。准备好，准备好。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差不多。准备好了。根号144，十二呀，十二，这么快，十二。I have a calculator， 可以吗？真的？可以，考试的时候。啊，142。你还在参加高考吗？是的，就参加今年这次高考。你感觉怎么样？我感觉，因为有可能他是好的学校吧，所以他很自信，好像没有我像我以前高考那样那么紧张。没什么紧张。现在就心里还是有点忐忑的嘛。啊，挺好，挺紧张，还紧张。你们有信心吗？有，有信心。我非常有信心，因为现在社会多元化的嘛，条条大路通罗马嘛，顺其自然吧，不要给孩子太大的压力。李云浩，我相信你能成功的，加油。樊阳，加油哦，我相信你肯定能成功。加油，儿子。自信，加油。你拍过几个照片？我拍过了蛮多了。有那些家长送考的，有学生们相互打气的，都有。哦，太棒了。高考对你家庭来说有多重要？我觉得高考这个东西吧，有利有弊。但是对我们普通的家庭来说，高考还是比较好的，因为它有一个机会让普通的人能够选择更好的学校。你为什么今天来这里？我每年高考第一天都来这里，好像是慰藉我自己心灵一样。我来了这里，我默默地来，默默地走，我感觉心灵上受到很大的安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觉得我当初想考大学的时候，文化大革命不好考，现在恢复高考以后，高考一直很正常，我很为这些小孩们欣慰。考完了爽不爽？爽。还可以吧，一般吧，还行吧，还可以，还行吧，我也不知道。语文考试这东西好就好在你不知道难不难啊。高考生加油！祝2017届的考生全部都能发挥出自己的那个正常水平，争取超常水平发挥，然后考出好成绩。大家。考试开始了，我来晚了，明年吧。什么台啊？哪里？人人 video 哪里可以看到？人人 video。